三月先開嘅汽車旅館啦。咁入邊嘅房型好特別嘅喎，同平時想象嘅汽車旅館咧係完全唔同噶。我哋去睇下咯。鳥人最引起話題嘅客房，要數佢嘅原始系列。哇！其中呢間房最受歡迎，以水底世界設計。佢入邊好大啊！床上面有海螺、小魚。不过间房最抢眼的是天花板这样东西啊，好像身处水底望返上水面咁。特别客房还有这间。这间房看上去好像很普通，其实是暗藏玄机的。我们来看看。你看它有光对上去，令我想起一个成语啊，井底之蛙。而最贵的这间有超巨型帐幕，仲有真仙人掌做装饰。呢一间房咧就用沙漠做主题嘅房嚟，行入嚟咧有阵好特别嘅香味，咁其实就系嚟自长嘅贵藻土啦，同埋一啲原木嘅味道嚟嘅。咁而最特别嘅地方咧就呢度可以唱 K 噶，我哋即刻唱 K 啦！歌曲选择都唔少噶。间房可以住到四个人，一班 friend 子唱 K， 超开心啊！浴室同样非常之阔落，卫浴用品亦都好齐。部分客房仲有天窗设计，夜晚可以瞓喺床上面睇星星。嚟台中可以考虑一下住呢间啊！